言语告白，比如说在今年对他
另外一半讲出他真心的内心的相爱的话。我们先从四年的开始，好吧？好，小英姐，这不叫恩爱，这叫暴力。不是，我们不鼓励。接吻暴力，禁止暴力。对，我要走了，我不开心。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，不是因为啊，他最近装了钢牙，他好久没亲他了。现在亲了不是受伤的严重。先他去找谁啊？我们来看这边，一个月的啊，看你们恩爱到什么程度。要比暴力，来，抚筋过肩摔。要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你们还聊天呢、啊？早熟哦，早熟，你在跟他聊什么？没有，你还不好意思讲哎、欸。来，做了再说，要做什么？当帮员是吗？抱一下手就懂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的，我脸都红了。才认识一个月就这样，我怎么不担心啊？好，没事的，都成年了啦，20岁 OK。到底谁比较慢？是他们给分的，不是我们给分的。是观众给分吗？是好，让观众评好。你们给分？对。现场我跟你讲，大家一起后你也听不清楚啊。我知道怎么比，我知道怎么比，让傅真来比。因为傅真现在单身嘛，然后你看这两对哪一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，特别闪，特别不爽的，特别刺眼，你说这一对太过分了。是他们呢，还是他们呢？应该是他们吧，又抱又吻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那就对了，肯定是我比较爱，所以他们就是最恩爱。我们的胜利者出现。三天两夜，这个不得了了。你是有三天两夜，爸爸要当外公了。哎，你会不会每一次都想得远，越想越远？三天两夜啊，可以看窗外海景双，双人游，循环岛，训练基本上很好。恭喜恭喜！我建议你们让爸爸妈妈去。对对啊，对了。不是，最少要让爸爸妈妈知道同意，对不对？啊，恭喜恭喜，好歹要讲一些正经话嘛，哈。谢谢。哎，恭喜两位，两组，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年轻人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各位。好，心太猛了吧，哈。大方。去年你们两个都结婚了，是的呀，对不对？是的呀。明年呢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们就生个三胞胎。好，一直不错，一直不错。结婚的日子好过吗？很好，很幸福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幸福的结婚夫妻有多少年了？我看看今天现场有10年的吗？夫妻结婚了10年的夫妻请举手。那小燕姐结婚或者超过10年的，小燕姐结婚一年有如10年怎么办？度日如年的你啊！没有了，老公我大